唉，去干鬼胆子，我不在，应该那么的啥的。
被打破的。是知道在吗？怎么还能死？别说了，这版本除了卡牌，有什么英雄不好打亚索呀？你没什么英雄不好打亚索。和谐不是答案，而是正。这版本除了卡牌，有不好打亚索的英雄吗？什么英雄都能打亚索，伤害太低了，没人都不怕的。哎呦，没见到那边的大，我见到那边大招就好了。哎呀，好烦啊！我操。我要是劫的话，刚才那个位置他已经死了，但是我是亚索就打不死他，好烦。啊，这把完结了。第一个出英雄太烦了，这把出劫包影。
这个怎么守得住啊，大哥？ 剑刃，我的选择。用好这份礼物。能接吗，大哥？ 退神呢？不来。 风暴正在酝酿。
我操！再帮我挡一下呀！再帮我挡一下，不就拿下了吗？操！不帮我挡，记住了。这边这些兵英雄怎么都这么弱啊！天哪！ 这个就叫做发育能力了。啊，吓都尬脖子。 bot gap 这都打不过我操！这肯定上啊，这怎么不上？只能说队友上慢了。这妈这 Q 倒不上，这凭什么不上？这必上啊！ Your inhibitor has been destroyed. 对面的中路被开了，你不上，我操！只能说泰坦更慢了，泰坦跟着早泰坦早上他妈早就结束了，怎么？ 加差了，这上面。
这把辅助 gap， 说实话没办法 ，AD 辅助 gap， 中路尽力了。